正式启用。舞台上，小朋友跟着老师唱歌跳舞，蹦蹦跳跳，好有活力。这也是桃园龙潭中山社区的公共托育家园，也是龙潭第二个公共托育家园，七号正式启用。3、2、1，请开箱。地点选在龙潭运动公园立体停车场的一楼，不但家长接送方便，窗外绿意盎然，环境也很舒适。这是我们龙潭第二所，托育家园。那么我们整个桃园目前为止有21个托育中心，加上另外21个托育家园。随着这个新的托育家园的开放，我们龙潭的这个托幼的服务哈会越来越完整。为了成为双薪家庭家长们的神队友，桃园市府不断扩增托幼机构，希望让家长们没有后顾之忧，也希望透过鼓励有望提高生育率。三新闻刘志展、林文富、下面桃园采访报道。